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1998x 加上 998y 等于零，而且 998x 加 1998y 等于零，那他问这个等于多少？那一看的话哈，你把零零带进去都满足这两个方式，所以你一看的话哈，零零是它的解啊。不过我们还是算一下好了。我们把它加起来，这系数呢加起来一样，把它加起来，把它加起来以后的话就是1998加上998嘛，这系数一样嘛，抽出来以后 x 加 y 等于零，那就代表什么？代表 x 加 y 等于零。那用减的，一减，一减就是1000呐。啊，这 x 哈，啊这一减是负的嘛，减 y 等于零，那得到 x 减 y 等于零。好，那你把它加起来，加起来以后哈，2x 等于零，那你就知道呢 x 等于零，一减 2y 等于零，那你就知道 y 等于零，那1等于 y 等于零带进去。加起来还是零，所以答案是零。